缆车下山，2017年2月13号。录的，都在下面红包壳贴着你。只有在金顶是阳光普照，在金顶底下就是云雾缭绕，甚至冰天雪日，真的是上山山下两样情。幸福中国是佛教四大名山之旅，小编史蒂芬现场为您报道。现在下午2点整，我们这边坐索道下车，一个缆车。